大学请出场，大业大学请准备。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我们的辅仁大学。那辅仁大学的一般男女混合团体组在前几年也拿了连续拿了两次的冠军哦，就是在前几年的成绩上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相信这一次来绝对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来看看他为我们带来的什么样惊艳的流程。开始呢，就用了非常整齐的 motion 来做了口号的开场。其实 motion 要整齐是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在那边训练的。哦，女生的原地后空翻做得非常的好，在喊口号的时候做了两组的 tower 金字塔。发生一点点摇晃，可是完全没有问题，拯救了回来。音乐的部分开始，做了连续跳跃，派克偷大击，偷大击后手翻后空翻，然后展现上非常的好。先做了前软翻，侧翻软后手翻后空翻，侧翻内转后手后空，侧软后手，非常非常的直立后空翻。哇，女生的侧翻内转转体后空翻。高度什么都展现得非常的优异。现在是手对手倒立无阻，回到延伸的位置，有一组发生了小小的摇晃都没有问题。接的是拔腿的旋转下，接下来是三组的后空翻连接进来，非常好的两组扭脚的变形，跟着转接到外侧，上到弯弯弯，可惜后面发生了失误。接下来是舞蹈的展现，舞蹈的展现，让很多集体的团队展现。好，接下来是空抛的部分，做了四组的集体后空翻，再做了五组的空抛后空翻，三组拖拉曲，五组拖拉曲。做了一个转接动作之后，做了一个倒立的金字塔动作，回正变成弯弯的跨坐，两组的时候旁边再加上后面再加上一个倒立金字塔，旁边加上一组多里程。